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各位带来一款应该是 MD 上的游戏吧，啊，叫做《双蛇城》。相信呢，这个游戏呢，这个玩过的玩家也不少，是吧？这个会玩的玩家呢不在少数。但是呢，像这位大神呢，能玩这么溜的，相信并不多啊。首先呢，出门第一关，坐上火箭，来到了第八关啊。好吧，这里呢，相信已经看懵一批玩家了，是吧？那么呢，这一次毫无疑问的，这个《双蛇城》的速通。来自于咱们的大神，叫做用键盘手冷。哎，这是不是淹死了？怎么炸水里去了呢？啊，没死啊，那没事了。我以为炸水里淹死去了，一个猛子炸沟里去了。啊，这个大神的 ID 呢，叫做用键盘手冷啊。这毫无疑问的，一看就是一个跟我一样有造纸的大神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今天的话呢，用键盘手冷，那肯定就用跳舞塔玩的呀，是吧？我平时打三国也是用的跳舞塔。好，这个位置呢，在第二个猛子扎到这个水里。然后呢，这个双蛇城啊，这个小人的这个操作非常的难受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亲身感受过这个游戏啊，就是键盘上下左右还有一个跳啊。之后呢，通关的这个要求呢就是吃啊，还有个吃啊，一个吃一个跳，就是吃，把自己的这个尾巴吃长啊，就像贪吃蛇那样啊。你看没看着，吃怪物把尾巴吃长，哎，之后呢，尾巴的长度到一定的这个数量了，就可以进门了啊。这就是过关的一个条件。当然了，越玩越难，越玩越难。这款呢属于一个益智类的游戏。之后呢，咱们继续吧。啊，从这关开始的话呢，我就再没见过了。啊，这游戏我就见过第一关。然后呢，我也不像他这样的会什么跳关啥的，我哪有人那两下子？我第一关一关打，打到第四关吧，好像就过不去了。他这个操作非常别扭啊，也不知道是我这个眼神不行啊，还是脑子不行啊。反正我这个每一次，比如说我想往下跑，我就拉死了。然后呢，往左跑我就拉上，反正我这个操作就没顺着过，是吧？最后呢，咱们来看看这个大神啊，来看这个大神吧。这游戏应该就叫二 D 吧，二 D 类的游戏吧，跟那个传奇应该是一样的。OK， 这里呢继续啊，吃这帮这个小鱼小虾啊，然后呢够尾巴的数量就进门，应该是五个尾巴一进门吧。之后上来啊，过关，这样呢第八关应该就结束了。这什么意思啊 ？Level 八 complete。哎，这里应该是救妹子，又是救妹子的游戏。呲个大牙撩了，这啥意思啊？弹簧，哎呦，这小伙给你玩的，哎呦，俩人没碰弹一起啊，然后抱着啃，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。来到了游戏的第九关，咱们来看这里呢，第九关这个冰层毫无疑问啊，这个你要是玩过类似的游戏呢，你应该会懂，这个冰层呢操作起来应该会有点滑，会有点滑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游戏呢，一旦你掉沟里就跪了，左下角呢有个命，两命没了。哎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，你看这个地形跟这个板砖，你应该能看到这个游戏应该是跟那个忍者蛙，应该是一个公司制作的游戏，是吧？你就想吧，忍者蛙那个老变态游戏，这个游戏能好哪去，对不对？哎，之后呢，这里呢是把这个钟啊能敲钟，等你这个尾巴数量够了，你一敲钟啊，好像就能达到过关的条件。我有点记不住了，这游戏我也是以前在直播间里呢有这个老板点过那么一次两次，给我玩的五迷三道的，我一点都不撒谎，玩的真蒙圈，是吧？好多人呢这个时候就会问冷永恒啊，我也想点这个游戏，我想看你蒙圈，我得去哪儿呢，是吧？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啊。在吃球的时候咱们小介绍一下，哎，这位置你看是吧，尾部数量吃够了，直接呢抽了一波零的啊，之后呢接着往上上，躲一个气泡继续往上上啊。这个问题好回答啊，你得来这个西瓜视频啊，我在这个西瓜视频直播啊，这个网页啊，就是百度搜索一下官网，手机下载一个西瓜视频 APP 啊，然后呢搜索发视频的一个 ID 或者房间号1146，这位置呢一手这个侧跳进门过关啊，之后呢在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，一定是往左是吧，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了。这里呢第九关也过了，还是那个过关动画吗？哎，为什么我哎哟，这不是救妹子啊，一个电炮给妹子周飞了，周那老远。OK， 这里呢，这个第十关了啊，继续。我们来看这个地儿，直接下，躲气泡，再等，跳，跳，跳啊，连续三跳，躲了三次气泡。你看到这个游戏极其的意志是吧？这个游戏都给我治没了。啊，这个地儿在干什么？等，等一波节奏，这等个什么节奏？好吧，过了啊，早就都过了几次。之后呢，那有个大脚板，哎、啊，这里得吃球了啊，得吃球了。这个球可难吃了，这个球别提了，就是吃那个球吃蒙圈的。有的时候就是赶路的时候，你就先想一想啊，先搁脑子里过一遍，还能找着那啥，还能找着那个操作方向。但是这个吃球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玩意儿老跑，所以说呢，就是
哎，别提了，我现在想想我那个画面呢，又想笑又想哭啊，那是没谁了。OK， 这个位置呢还差一个球，吃上走，哎，没吃上，这个是炸弹不让吃啊。他这关我没打过，这关看起来好像有点高难的样子。这里吃上一个，几个球了？还不够啊，吃到尾巴闪光才够。哎，闪光了，走吧，可以了。哎，你看是吧？直接射，然后呢，拉一下钟啊。这个拉一下钟呢，就是过关的门开了啊。你必须尾巴数量够了才能拉钟啊，拉钟过关门才开啊，这样呢才能过关。要不然呢，你跑到终点啊，也是于事无补。这位置我们来看，直接一手跳跃啊，跳跃之后呢，空中一个拐弯，左一个雪球，再一个跳跃，空中拐弯，上去。跳跃空中拐弯可以啊，然后呢从最底层慢慢往上爬，哎，别滑下去，我瞅都有点危险啊。哎，好，上去了，再上可以啊。这一段呢还行，这段没有什么，哎呦，刚说没什么玩意儿，来雪球了。这谁给那个过关那个门安到半山腰了？咱们来看看这地方怎么干。哎呦，滑下来了，看不着，这样能打速通的大神他都滑下来了，说这个游戏变不变态吧。哎，这位置呢控制好，再上又滑下来了，你看这玩意儿折不折磨人，看着了吧。这个游戏它不光是我说，这个游戏真的是谁来折磨谁。哎，你看它这里得是回一下兜一圈啊，这里我们来了，待会儿一定去最顶上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下子，空中起跳拐弯可以几分啊， level 10 complete。哎，这个过关画面还挺有新意啊。好了，哎，没啥新意啊，一个弹簧。哎呦，有新意啊，一个瓣钻。这是祸害妹子全集吗？我以为是救妹子呢。啊 ，The Flight for the Frog， 打仗了啊，打仗了，这是一个 PK 环节。这里呢是躲一手这个脚，我们来看看是舔脚吗？是过去拿舌头舔脚吗？这样吗？好像不是。我们来看看这关什么意思，是勾引这个脚走到那个板砖上吗？真是舔脚啊，哇，这速度，这脚舔蒙圈了。好吧，棋也不吃了啊，直接能坐上这个飞碟。哎，为啥不让坐呀？哎，上飞碟，真是舔脚，那为啥不早舔呢？是等它洗一圈吗？把脚。哎，这里呢出了这个外太空了，干哪去了？哎呦，我有点晕机了。这亮亮的是北斗七星吗？不是，这是史莱克了。大板砖来了，陨石，能不能给咱这个飞碟砸碎了？瞅你这碎样，就得砸脸上，吧唧。看我一猜就是，长一副还砸的脑袋。OK 啊，这里呢掉落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啊，这没有办法了，宇宙飞船坏了，强行登陆吧。来到了第十二关。这什么靠胎我还没看着啊，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这个飞碟坠毁了，哎，换的蓝飞碟啊，嘎去上哪儿去睡觉去啊。哎呦呦呦，太惨了，从这么高拽下来了。咱们蛇呢？哎呦，这那么高啊，那毫无疑问了，就得一层一层爬了，咱来吧。这里开始爬啊，这里呢出现了新的这个小兵，出现了新的小兵啊，给它舔碎，看不看着，舔狗应有尽有，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。哎，这个球还有的不让吃啊，它有的是球，有的是炸弹，我才看明白。我玩那个关由于比较浅显啊，比较肤浅，所以说我那个球都能吃，他这关还得挑的实。哎，这不闪光了吗？尾巴可以跳了啊。这里呢是传送器吧，没有上传送器，这里先开个电闸吧，就相当于啊，上传送器直接去顶上，毫无疑问是传到顶上。哎，上层了啊，然后呢，这里是上层以后尾巴没了，再传，传不了，还得吃啊，还得吃。完了，再吃，再传，再上层。哎，好，还不算太远，三层。这里呢再舔个脚，刚才都舔过了，差这一只了，两只都给它安排明明白白的，来吧，兄弟。咋的了？这只有味儿啊！好吧，
吧，不管那个脚了啊，专心的吃自己的球。五个了，够了，够用，杀！哎，啊，这口就是两两互通的啊，不是啊，啊，每次得开关，我懂了。如果不开关上那个，应该就是下去了啊。我估摸着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之后这是什么电视机成精了？底下那是。好了，这位置呢来到了左边啊，来到了左边呢继续吃球。那个小熊饼干呢，还是这个积木啊？干哈呢？搁那儿？跟刚还傻子似的。你看前面两个吃球的时候，那个干扰的小兵还能厉害点是吧？偏偏到了第三个，哥跟二愣子一样。这不会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吧？我看他那个用时可能就最后一关了。哎，你别掉下去啊，哥们儿啊！我这要是掉下去，把键盘都得砸了。这是我玩的话，这掉下去。我好不容易爬上来的，吃那些球，我不给键盘砸了，我就客气啥呀？哎，来了，可以了啊！上车啊，不对，开关上车，上车去了，开关上车，哎，来到最顶层了。这吃球的地方呢，奔跑的电视机直接给它舔到。哎，来了，吃球的地方啊，这吃球的地方越来越安全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吃个时间剂啊？没有时间了。那看来这真是最后一关了。这游戏好难呢，他跳了七关，中间他是最开始呢，第一关快速乘坐一个火箭啊，这个呢也是跟这个忍者八啊是异曲同工之妙，对吧？忍者八就是如此，忍者八在第一不能说第一关吧，忍者八的每次跳关呢都是得快速的啊进入一个这个传送门，他这里呢火箭顶替传送门了，一个道理。不愧是一个公司的作品啊，目前为止呢时间来到了12分钟，应该是吃完这一个五球再上去啊那个传送门啊，应该就是可以通关了啊，拿上那个敌方的那个飞碟，然后呢换个新飞碟，咱们呢回归家乡啊，无论是找妹子还是干啥的是吧，天高任蛇飞。这里呢开关上去，如果这时候通关的话呢是12分18秒啊，咱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啊，并不是，还有啊，我以为上来直接就给飞碟了啊，这看来呢还得吃一段啊，继续吃吧。他这游戏速通有没有运气成分呢？比如说这个弹出来的两个球各个能吃或者各个不能吃啊，比如说现在这样吃一个没一个，完了这俩球撩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说的啊。好，台上来了，飞碟起飞了，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通关了，12分54秒，感觉应该是通关了。好吧，瞅着架势可以了。感谢咱们的这个用键盘手冷啊，感谢大神带来一个双射程非常精彩的一个速通啊，各位如果有什么好的素材想发给我呢，可以加我的企鹅371159923，我是本期的解说永恒，喜欢我的视频呢帮我点点关注吧，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